越困于妄念，爱似烟火里初见，来修炼心如钢铁，谁知修到结尾震碎了初见。一念凡尘一念仙，爱我与之间是与流年，谁错谁又对，都是执念，生生灭灭皆如云烟。不念凡尘不念人间，我执念和你共赴幻灭，黄泉当桃源，至少很美，手中剑曾听过蝴蝶。你是怕把他打坏呢，还是怕打不过他？如果你连跟他打的勇气都没有的话，那这一关你就算输了。啊。好吧。恕晚辈无礼了。严驾些是谢伯伯所造，完美无缺，我怎么可能打得过他？你就这样认输了？你以后要遇见敌人，可能会强过严驾些，也有可能强过我百倍。你现在自己都不想赢，又如何能够战胜严驾些呢？你当真认为这只眼甲蝎完美无缺吗？外壳坚硬如铁，身形又不失敏捷，再加上谢伯伯天下无二的眼术，这肯定是天下最完美的眼甲了。那我告诉你，这世上没有眼甲是完美的，因为眼甲是由人所造，再强大的人也有缺点，又何况是眼甲。再强大的人都会有缺点。
我明白了，谢伯伯，我们再战。 知道岩甲由导磷酸驱动运转，攻其弱点，方能克敌制胜。 三关考核，你已经通过了。通过了？那这么说，从今以后，你便是我谢衣之徒。怎么？我好不容易收个徒儿，怎么连声师傅都听不到啊？师傅，请受徒儿一拜。 起来吧，先祖在上，我谢衣今日收岳无义为徒，不求他闻达于世，有所作为，只求他以勇魄行其路，以志行著于世，以人心对事。 光明磊落，于心无愧。日后他的所作所为，若有任何差池，均是我谢衣教导不力之过。那就是我家乡的方向。我离开家乡数十载，可能此生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。 真的打算明日就走啊？老王，说句实话，这些天我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，倦读灭国一事，我想要亲自问我老爹。你还是不相信我说的话？不是，只是以我对老爹的了解，他不是一个滥杀无辜的人，这里面或许有别的隐情。还有什么隐情？啊？ 岳全村里的族民就是岳少成恶行最好的见证者。老王将军，岳将军养育无义20多年，若我这徒儿连问清楚的机会都没有的话，岂不真的成了忘恩负义之人呢？好吧，你且去问，也好死了这份心。
一则用严家鸟传回了消息，约定明日在月泉村东边的绿洲，在那儿会合。好，在这之前，我想去祭拜一下雾火罗和少妃，可以吗？你有这份心，我很欣慰。明日我陪你去。嗯。谢前辈。嗯。无意能拜你为师，是他的福分。 我这个做哥哥的，敬你一杯。有吴毅这般天资心性的徒弟，也是我谢某人之福啊。天南海北，有缘结识大家，是文人宇的荣幸。这杯酒敬大家，希望大家都平安。 哟，你这女人怎么还说起客套话来了啊？文人，你怎么了？说的要跟大家道别似的。酒过三巡，有些感触罢了。对了，吴毅，明日我有些事情，等办完，我们就在绿洲会合吧。文人姐姐，你在这儿谁也不认识，有什么事情啊？啊。 我有一些私事，等处理完了，我就去找你们。这样也好，等你们拜祭完雾虎罗将军，便到绿洲与我们会合。好。哎，文人。 吴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儿等你啊。等我？嗯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文人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心事？没什么心事啊。哦，没事啊。那我就放心了。那我走了。吴毅。嗯。啊？怎么了？ 桃源仙居图现在在你身上吗？啊，吴毅，我想让你帮我摘下那颗石斛，好吗？你让我来桃源仙居图，就是为了摘石斛啊？嗯。可是我的眼甲护腕坏了。 还没有修好哎。要不你先转过去。为什么？我得爬上去啊，样子不太雅观。喂，文人。 你叫我来摘石斛，就是为了看我笑话吗？吴毅，我的这套轻功你想不想学？啊，轻功？嗯，非要今天学？没错，就今日。那好吧。按道理说，百草谷的功法不可外传，但严格来讲，扶摇九重是我师父独创的，师父未曾交代过误授他人。 所以我教你，并不违规。嗯。扶摇九重一共九重境界，你之前在九楼摔下的时候，如果会这种轻功的话，就不用我救了。但如果扶摇九重练到第七重境界，便可以轻而易举的跃岩而上。原来你是担心我的安危啊。吴毅，你拜在谢前辈门下。 日后一定能习得一身本领。但扶摇九重却是保命之术，学会了，百利而无一害，所以我想把它教给你。好，我一定认真学。那我先教你口诀吧，听好了。第一重诀：五心朝天，静心绝虑，一手丹田，双手合十，指尖朝前。
引丹田之气，沿督脉上行，任脉下归丹田。记住了吗？差不多吧。行，那你依照口诀，先试一试。好。五心朝天，静心绝虑，一手丹田，双手合十，指尖朝前，引丹田之气，沿督脉上行，任脉下归丹田。腿跟灌了铁水似的，一个劲儿的往下掉。别着急，多练几次，自然会有进展。好。拆成四瓣了，好好练，已经小有进步了。啊，我飞是飞高了，可方向控制不好。静心绝虑，一手丹田。无意，你气息不稳，难以将内力汇聚在丹田之中，自然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。屏心静气，再试一试。好。做到了，你看我飞上来了。文人，这是干嘛？你真的没事吗？没事儿，练出来了，精衰。哇，好香啊，哪儿买的？方圆百里没有酒庄。我去找乡亲们买了一壶，虽然比不上翠竹轩的琼浆玉液，你就将就一下吧。怎么突然给我买酒啊？我还欠你一杯酒，我记着呢。文人，你今天好奇怪啊，又是给我买酒，又是叫我轻功的，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啊？趁着大家还能在一起，对你好一点，不好吗？当然好了，我们不是说要一直在一起吗？啊，至少要一起解开谢伯伯失踪的谜团吧。哎，文人，你把眼睛闭上。哎呀，你闭上吧。好了，可以睁开了。噔噔，在下觉得这朵花呢，很是娇美，与你一袭红衣很是相配，所以忍不住想把此花送与姑娘。这位姑娘，你好，在下觉得这朵玫瑰很是娇艳，与姑娘一袭红衣很是相配，所以忍不住。想将此花赠与姑娘。
你这花在哪摘的？我怎么都没有看见啊？就刚才啊，在石岩的下面，我一眼就看见这朵石斛花了，觉得它特别漂亮。你不是说我心不静吗？我刚才真的什么都没想，就一心想把这石斛花摘下来送给你，就真的飞上去了。嘿，那喜欢吗？ 我有一件事情想向你坦白。什么事啊？我之前说喜欢我的姑娘都排满全长安了，我那是骗人的。这还用你说？嗯，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喜欢过谁，我娘还担心我呢，怕我今后做一个严甲娘子过一辈子。 但是，现在不一样了，文人宇，我……天色不早了，走吧。哎，可我有话还没说完呢。我有点困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文人，我喜欢你。 也不知道你听到了没有，文人，我喜欢你。 老子进去给他送饭，这个天罡将军嘴巴真硬，逼供了这么久，到现在还什么都不说。那以后还要听您送吗？哎，你知道他什么来路吗？他什么来路，我不知道。哎呀，天罡。 来者何人？抱歉，惊扰了前辈，在下太华观弟子夏一泽。能独自一人闯入无厌劫兰，本事倒也不小啊。敢问前辈，是否是百草谷的人？<笑>有几分眼力，认识我们天罡的着装。那前辈，是否认识星海部天罡门人羽？ 文人羽是我徒儿，你与他相识？他与我们结伴而行，一同去调查刘月城的事。前辈，他找你很久了。小羽，他离开了百草谷。他还好吗？前辈大可放心，文人姑娘她安然无恙。在下这便救你出去。 无厌劫兰是刘月城的监牢，戒备异常森严，就凭我们两个人，根本闯不出去。总得一试。参见连尊祭司。
这一次又有什么新花样啊？我们已经见识过你嘴硬的本领了。无论怎么折磨，你始终也不说究竟知道些什么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又何必浪费彼此的时间呢？我早就说过，给我一个痛快。 也免了你们的麻烦。你的宝贝徒儿文人羽很快就会来接你，恭喜你们，终于可以师徒团聚了。 爹，娘，儿子来看你们了。富国一事道路漫长，儿子惭愧，没能让族人们快些过上好日子。本该没有颜面来见爹娘，但是有件喜事儿，你们泉下有知，听了也会高兴的。我找到了艾丽希尔，如今的她，也是堂堂七尺高的汉子。 你们放心吧。当时我以为你死了。 所以在墓碑上也刻上了你的名字。实在抱歉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称呼你们。数月之前，我还是阅无异，很少离开长安。除了演术之外，是个什么也不懂的普通少年。忽然之间。 我成了艾里希尔，捐毒的王室血脉，雾火罗的儿子，身上背负着很多责任。我不愿逃避自己的身份，只是希望可以多给我些时间，让我理一理。在这之前，请你们把我当做一个偶然路过的人，接受我的敬意和追思吧。 无意，我不求你现在就叫我哥哥。但若你心里有我这个兄长，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。老王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你尽管说。留在月泉村，我们兄弟二人共谋富国大业之事。 当着爹娘的面，我狼王绝不食言。如果将来富国大业有成，我将拥护你登上王位。老王，登上王位，不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吗？你错了。我要的是复兴卷土，并非登上王位。其实我一直认为，我并非是登上王位的最佳人选。 西域有一个说法，一国之君若身患残疾，乃是国之不祥。况且我当了十几年的马贼，除了烧杀劫掠，脾气暴躁，根本不懂得治理国家。而你不一样，关键时刻能做决断，放走家派，稳定了月泉村人心，又助狼提帮远离了烧杀劫掠，又以护送商队的方法，保证了族民的衣食着落。如此种种，你比我。 更适合登上这个王位。老王，无意，不必着急回答我。等你回到长安，好好考虑一下，再给我答复。一个月后，我去长安找你。届时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好。
在西域，男子15岁成人之后，便由父母送给他人生中第一把佩刀，以及一笔财产。如若父母过世，就由叔伯或者兄长代为赠送。虽然时机已过，但这个习俗不能免。既然寒光与你有缘，又是父亲生前的佩剑，现在便正式交予你了。父帅还是很疼爱你的，你刚满月的时候，便为你准备好了这份佩刀礼，里面有黄金和宝石。老王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月泉村的人生活不易，你拿着它，去换些衣服和粮食，也算我的一点心意。月泉村最艰难的时候，我都没想动过它。拿着吧，就当我替父亲完成心愿。大漠风沙凶险，一路保重。你也保重。无业。你终究不肯喊我一声哥哥吗？罢了，记住我说的话，别忘了一月之约。你来了，我师父呢？这首《箜篌乐》名为《幽魂绝曲》，你觉得如何？我没有功夫跟你闲聊，不见到我师父，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你谢姨他们下落的。既然如此没有耐心，也罢。醒醒，师父！师父！师父！小雨，真的是你！师父，太好了，你没事就好了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是百草谷派你来的吗？我还没来得及向将军复命呢。你竟敢私自出国！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怎么会跟刘月成扯上关系？师父，你先别着急。好了，你们师徒情深，一会儿再叙旧也不迟。文人宇，我遵守承诺，把人带到了。你是不是也该拿出你的诚意了？小雨，他的话什么意思？师父，一会儿我再跟你解释。说吧，谢衣到底在哪儿？谢衣，我就知道你仍是没有学乖。小雨，快走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先别得意太早，我现在就让你看看我们天罡的厉害。
小雨，你会没命的！小雨，怎么会？禁术怎么会发不出去？天罡禁术以大幅鼓舞气息，短时间内提升战力。然而当术法散去， 施术者必定五脏俱损，三日之内重伤身亡。记得你来的时候听到的幽魂诀曲吗？此曲蕴含封印法术的效力。你怎会知晓我门中禁术？即便你什么也不肯说，我自有办法对你的师门进行一番研究。小丫头，我料定你不会乖乖配合，却很好奇你究竟要耍什么花样。 可惜啊，没能给我任何意外之喜。好了，我没时间陪你们玩了。师父。 师父，师父，我求求你，不要杀我师父！你杀我可以，不要杀他。我们的交易很清楚，告诉我谢衣和月无意的下落，便饶你师父一命。师父，师父。 小叶子怎么还不来啊？啊，哎，小叶子，来吃点水果。我可不可以多吃几个？来，嗯，哎，嗯，真好吃。嗯，哎，说起来，门人姑娘和夏公子怎么还没来啊？也是啊，都这么半天了。 他们也许迷路了，这沙漠绿洲，绿洲沙漠的，长得都差不多，我们再等等就好了。对了，谢衣哥哥，找到昭明剑柄之后，你有梦想起什么呀？这一路走来，不管是西域风光，还是捐毒传说，对于我来说，都毫无印象，更像是从未经历过似的。但这几日，在我梦中。 梦见了广袤的沙漠，丛林山火，还有一片汪洋，应是与无意的梦境一般无二。难道印记跟昭明剑息息相关？嗯，我们在沙漠地宫之中找到了昭明剑柄，若我所猜不错的话，丛林山火和一片汪洋，便是剩下的昭明碎片位置所在。嗯，很有可能。可是我们不能确定。 到底是在哪处丛林，哪片海域啊？嗯，谢衣哥哥，嗯，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找昭明剑啊？我隐约的猜了猜缘由，应该是为了对付一个很强大的敌人。敌人？难道是刘月成吗？他叫心魔厉鹰。心魔？我听夷则说过。 他是专门吞噬人的心念与七情，来增强魔力的上古魔族。嗯，长久以来，心魔与刘月成合作，他以魔气为刘月成人洗骨伐髓，而刘月成则以举木枝危害人间，为他汲取七情。嗯，那上次在朗德寨的时候，那些人发疯，是不是就是被那些举木枝汲取了七情啊？没错。 一般人在短时间内被汲取了大量的情绪欲念，便会情绪失控，丧失心智，甚至立刻毙命。可恶！这个厉鹰，还有刘月成，视人命如草芥。刘月成也在找昭明剑，难道是为了毁掉他，来保护厉鹰吗？嗯，昭明剑能够斩断这世间一切灵力连接。
而心魔丽英本身就是一团魔气，只有昭明剑可以将它彻底消灭。那我们要尽快找到另外两块昭明碎片，阻止刘月成，要不然还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百姓要遭受无妄之灾呢。嗯，要不等文人和仪则回来，我们先回长安，你们可以住在我家，一来我们可以从长计议，二来我也可以问问老爹捐毒的事情。也好。啊，对了，呀，寒冰御敌。嗯，我虽然丧失了这段记忆，但既然答应了阿阮姑娘将这玉笛雕好了给你，总不能失信于人吧。阿阮姑娘可还满意吗？嗯，满意，太喜欢了。谢衣哥哥你真好。谢衣哥哥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保管他的。这次离开长安，经历了很多开心的事情，也经历了很多难过的事情，最大的收获就是拜谢伯伯为师，以及认识了大家。希望我们五个人以后会经常有这样的机会相聚。这有什么难的，只要我们五个人愿意，可以随时随地聚在一起啊，对吧谢衣哥哥？但愿如此。